轨道采用沃尔沃铜质合金材料，轮子承重可达8公斤，无需支架，自带间距20公分的螺丝孔。安装时，先将一端封盖固定，用螺丝刀拧上螺丝，将滑轮依次装入轨道。滑轮为特氟龙改性涂层材料，耐热耐磨。再将另一端封盖固定，用螺丝刀拧上螺丝，再钉上打孔，每个孔间距为40公分。对准孔眼，拧入膨胀螺丝，挂上窗帘。